一个土包子也敢惦记咱们新来的齐总？哎，我不是，听说齐总可是有心上人的，你就别想着飞上枝头当凤凰了。谢谢。当初也是豪门千金，现在居然这么落魄，是不是后悔离开我了？我还有事先走了。齐总，这些年家里小姐除了日常工作，还坚持送外卖。这么缺钱的吗？是的，我还缺个秘书。明白，立马安排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总裁秘书了，去报道吧。这么迫切把我调到身边，无非就是想要报仇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齐总，您找我。一个小时内把这些方案做完。哦，好。等等，数据刚刚更新了，半个小时内做完。啊？有意见吗？没，果然没安排好戏。总裁，这是您要的文件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去帮我买杯红茶玛奇朵，去冰五分糖。他不是不喜欢喝奶茶？怎么了？你这明明就是在变相的为难我，老娘不伺候了。使唤人倒有一套，老板了不起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总是冒冒失失的。要你管！想离开也不是不行，除非……明白，立马安排。等等，听说他父亲瞒着他在外欠了不少债，想让他乖乖待在我身边做我秘书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好的，立刻安排。这是家里小姐的终身协议，只要签下它，这500万够你还清债务，过完下半辈子生活了。现在还清这笔债，我就放你离开。这笔钱我会还清的，在这之前我会好好完成工作。特晨，好久不见。打胎而已，又不是第一次。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有病吧你！相亲我帮你解决了。你认错人了，我才是你的相亲对象。这不是公司要新上任的总裁吗？听说收购这个公司的新总裁不近人情，做事还雷厉风行。据说他最恨别人的欺骗和背叛。演技不错，你是来替朋友相亲的吧？他怎么知道？我想跟你合作，假扮我的未婚妻。什么？不然我就告诉家里，要跟你朋友结婚。为了我一辈子的幸福，你就成了他吧。可是我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他该知道我是谁了吧？不行，我得尽快离开这家公司。佳丽，总监让你去趟办公室谈一下离职交接的事儿。哦，好。总监，您找我。又见面了，我的未婚妻。怎么是你？是我，你就这么惊讶？你就这么怕我呀，老婆？董事长，您从未见过面的夫人要在您回国这天替朋友去相亲，敢背着我跟别的男人约会，收购他的公司，找到他的朋友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好的。原来你就是……我还是更喜欢你那天的样子，老婆。当闺蜜约你，哪里出来玩啊？滚！当闺蜜说有，有帅哥哦，不会是后脑遮住？晚安，宝贝。晚安。起床了，亲爱的。宝贝，你什么时候都好看。那当然。这个渣男永远还在撩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，老婆长得这么漂亮，还在外面养鱼，男人果然没个好东西。我怀孕了。你是？我是他女朋友。什么？你先跟我进来。我和他在一起两年了，我怀孕了，他还在外面花天酒地，那就是个渣男。大胆！怎么这么丑啊？我
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不负责任的东西？人家姑娘都怀孕，你还傻傻的？什么？你吼什么吼？还不赶紧去给家里倒水？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要不就这个月月底吧。阿姨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哦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哎，不是，我想回家。这么想给我生孩子啊？不会。嗯，儿子注意点，孕期呢。怎么了？人家刚睡醒。喂，人家刚洗完澡。佳丽，一起合租这么久了还没拍过照呢，来一起合个影吧。可是我今天没化妆啊，要不改天吧。佳丽就涂了个口红而已，很新啦，会 P 图的。那好吧，快给我看看照片。别着急，等我 P 完再给你看。嗯，我的脸怎么成这样了？他说我没有他好看呢。我的脸怎么都变形了？人家 P 图不好，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。我看你是只 P 了自己吧，赶紧删掉。你就长这样啊，照片和你没什么区别。你喂，大战哥哥，你明天要来找我啊？好啊好啊，美美等你哦。大战哥哥，我等着。喂，亲爱的，你在干嘛呢？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是不是卡住了？喂，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信号不好呀？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起来了吗？起来，起来。糟了。嗯？老藤子爸爸，催命啊催！喂，亲爱的，刚是我室友接的电话，好像吓到你吧？安利，没想到你刚起床的声音也这么可爱啊！我涂个口红就来找你，等我五分钟哦。催催催，就知道催，等着吧你。喂，亲爱的，我已经在穿鞋了，再等一下下哦。好的呢。阿丽，你好美啊！那我们走吧。胡子居然又长出来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去。学长要挂了，今天必须要成功。学长，我喜欢你。怎么是你、啊？又错过了。你喜欢他？关你屁事啊！拿来，拿走，走，走。等我一个月早餐，我就还你。想得美，我要去找学长。阿豪学长，我喜欢你。其实我也喜欢。阿豪，快去看佳丽给你写的情书。啊！佳丽，没想到你用这种方式逼我答应你。齐墨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真的很可怜，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一个人，所以你才会这样随便践踏别人的心。让你爱上我，有多久我已经爱上你。